好，妹妹彼此洋娃娃，这游戏规则如何呢？嗯，就是有30秒时间，然后音乐呢会逐渐加快。后面的呢，后面三位妞呢是1分，前面呢是2分。好，嘉伟准备好了没有？嗯。OK， 来，音乐 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 你的速度好慢哦，你看看，你的篮子里面还有这么多颗哎，对，还有4颗没有丢。好，没关系，都是打到1分，我们来看看分数来。4分，嘉伟动作慢了一点哦，获得4分。好，接下来嘉豪请就位。 习惯瞄准君君的篮子，嘉豪获得11分。好，这个就位了，来音乐。 定位，有没有定位？对。加油加油！哎呀，加油加油！哎呀，快点时间了，加油加油！快点快点时间了，5秒5秒了。对，跑两分蛮难的。好，请蹲下。这个如果说今天今晚上要靠这一段来捕鱼哦，一个都没有，要哭死了。好，到底有没有分数来看一下？ 都没有去逛夜市哦。第二局结束了，嘉豪以20分暂时领先。我们看起来也像20啊，好不好？对啊，看起来很像20，对。对，我们看起来也很像20。 你若是20的话，人家911分。好，现在目前的分数差距越来越多了。好，没关系哟，来进行我们的。